Let's live in a maze. Just step by step. Sorry that I'm kicked the foot and walk your step. I'm wondering now, where is your wings? Tremble lips and blurry eyes and your pink cheeks. Let's live in a minute. Just step by step. Sorry that I'm quick at foot, I walk your step. I'm wondering now, where is your wings? Tremble lips and blurry eyes. 我们决定预订房子啦，耶、yeah! ！我们看了整整两个月吧，总算是决定了最后要哪一套房。那日本他买房子的流程步骤呢，跟国内也是有一点差别的。国内如果你去楼盘，然后当下看中这个房子，你就可以全额购买，或者是按揭贷款啊之类，就当天都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日本就非常的麻烦，可以一天解决的事情，它要分好几个步骤，就可能要花上几个星期啊、半个月这样子。我们只能先去预订，在日本呢，日文叫做申し込み，然后下一次我们才能去签约，也就是交定金。就我们看了十几套下来，唯独只有那一两套呢最让我们心仪，其中一套就是实在买不了。他那块地呢在日本叫做保留地，政府国家还在规划那块地要怎么用，所以呢暂时不能为民间的个人使用权，可能几年之后呢才能拿到房产证啊之类的意思。贷款呢保留地就比较不好买，如果你是有足够的现金啊你就可以买，就是因为这个保留地的问题就实在没有办法买到。然后我们的候选就是第二满意的新建的楼盘呢，认真仔细的考虑下来还是觉得太贵太贵了，而且要等一年才能入居，就是它还在建，到明年这样才能交房，所以我们等不了，我们最好是半年以内就能住进去的。再加上那一套比较贵，周围环境呢也都不是很好，虽然公寓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也把它给排除掉了，就选了这一次的第三套，也就是今天去预约购买的一套。后续还要有很多的手续，签约啊，然后等银行放贷款。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售楼部了， Go go go。 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个申请书给写好了，然后我们还要再写一些其他的。好啦，我们现在已经签完申请购买书了，副本呢就在这一叠里面，我们带回去。然后下一回呢就是一周之后再过来签合同，购买合同。日本买房子就是这么麻烦，要分好多个步骤，申请购买，然后签合同，等银行放贷，然后收房子。今天只是跨出了第一步。然后我们现在因为结束的比较早，想准备去楼盘现场去看一下，离售楼部很近，所以我们开车过去看看。Just step by step. Sorry that I'm kicked off. 现在风好大，头发有点乱哦。我们已经到了，然后其实呢，现在也是已经差不多建好了，但是呢，还是要等到明年二三月份的时候才能入住。公寓的下边呢，立刻就有超大的停车场、平面室和机械室。然后在公寓的附近呢，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栋超市啊、家居用品店啊，都在这一栋，立刻就有这么一大栋的商业设施，所以这也是我们选择这里的理由，走两分钟就可以到达。这真的是应有尽有，而且是四层，一楼的食品到二楼的生活用品啊，三楼的服装，整栋都是对于生活来说非常便利的购物的地方。因为我早饭还没有吃，现在实在太饿了，所以我就来麦麦点了一个炸薯条充饥一下。今天来跟妙讲吃火锅，然后还有玛丽卡大宝 Hello， 可爱，好久没有见了，来了来了，拉面达人。看这两个人看得好入神，好不容易进一次场，看什么都歇歇。啊！那我就接不了。
今天的天气超级好，可以看到富士山。在上一周我们进行了申请购买，然后过了一个星期，今天呢去楼盘正式的签合同。哇，今天的太阳真的超晒。我们付了定金，定金的话看每一个公司不动产公司都不一样的规定，就有些要付房子金额的10%，有些是5%。我们的话是经过商量，就只付了2.5%左右。然后付完定金之后，我们今天就是去正式的签约啦。今天一大早就出门，现在在去售楼中心的路上。因为今天是正式签合同的日子，所以我稍微的打扮了一下，穿了一件格纹的背带裙，加上一个雪纺的蝴蝶结的小衬衫。好啦，我现在已经到了售楼部，然后桌上摆满了一堆签约要用的资料，厚厚的一叠，太长，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回家的路上发现了这个口鸡妈的宠物店，所以就马上停车下来看一看。口鸡妈还挺新的，喵喵啊，它在睡觉，它小爪子还拖着下巴，好困好困，它好困。这边还有一只布偶猫，大家都好困。现在是午睡时间。Hello， 你起来啦。一直觉得八哥真的是丑的可爱，苦瓜脸，但是就是很可爱。你好呀，闻一闻我的味道，闻一闻。你好呀，你好。这些全都是宠物可以吃的点心蛋糕，宠物能吃的一些成分，超可爱。这看起来还是挺好吃的样子。现在到了下榻的酒店，看一下房间。哦，感觉还不错的样子。进来以后脱鞋，然后立马是床。这个酒店整体挺干净的耶，比我一贯住的那些日本很旧的温泉酒店要新很多。这里是一个台阶式的榻榻米。感觉还不错，看一下洗手间，整体非常的干净。下面这里呢是毛巾，还有浴袍、电风吹、镜子、欧舒丹的洗发水、护发素、沐浴啫喱、身体乳，对，这一套，然后两组，然后这个看一下是什么，应该是小样，护肤的小样，这个还挺好的。如果自己没有带卸妆和洗面的话，都可以用这里的小样，水、美白啫喱、乳液、面霜，今晚可以试一下。哎，这个很好哎，这个也是免费的，可以带走。指甲的修剪套装、泡澡浴、入浴剂三包，非常的贴心，准备的很充分。然后这里是卫生间，还有一个阳台。哇哦，现在是晚上，所以看不到什么景色。如果是白天的话，应该很美。不错不错，这家酒店没有选错。然后我们约的是晚上的8点开始吃饭，现在还早，才6:30，所以还要在房间里面等1.5小时。就刷刷手机，打发时间。然后今天看起来也挺憔悴，一整天都是在开车啊、坐车啊。休息好一个晚上，明天就去滑雪了。现在是早上的9:30左右，我都已经整理好了，准备出发。因为这一次就直接素颜去滑了，不再浪费时间去化妆，因为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滑雪，练我的雪技。今年的滑雪服跟去年是一样的，衣服有点大哈，因为我买的时候它只剩下这个最大码了。好了，我出发了。When I wake up, you're not next to me. Guess I'm missing all your energy. That's all I want.Promise I am not your enemy. I just need another memory. That's all I want. Cause all I want is you. Is you.
now in the shade, ever feel a little jealousy? Does it ever go away? All I want is you to answer me right now. Just dance with me right now. Just dance with me. It's you, it takes two, cause I'm